都说老挝的治安不好，昨天我也很担心我的电动车会不会被偷。我来看看电动车还在不在。啊，电动车还在，东西还在，电也还在充。哎，还在还在还在。那天呢？啊？没听懂，等一下用翻译软件翻吧。然后电的话看一下，已经充满了 ，OK 了。拔了就好了，东西没被偷啊，所有东西都还在。没进老挝之前，来过老挝的摩友都跟我提过醒，在这边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小偷比较多。所以呢，我也是特别担心。找宾馆第一要素就是，首先跟他说，问我的车有没有地方放，能不能充电，有没有院子。如果这些都 OK， 那么就可以住这个宾馆，还是很安全的啊。我妹昨天把这个手机支架全部给卸了啊，她说万一被别人拿走了，我们导航都没地方放，所以就直接把它给卸走了。然后呢，箱子里面的护照啊啥的证件全部随身携带。他说万一车子被偷了是吧，护照还在，还是一样可以回国。如果说护照没了，那就 BBQ 了。哎，很谨慎。绑行李出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老挝的芒赛跑200公里到老挝的琅勃拉邦。不知道今天路况是啥样的，慢慢走，最好是早点出发。听说山路很多，路又烂，肯定要跑五六个小时吧，导航显示是四个半小时。这啥？不知道，长树上的啥玩意儿？这石斛吧？这铁皮石斛吗？这是？没见过这样子的。今天我发现一个好玩的。啊。你看这是。啥？你看他们人骑车都骑的弯梁车，你看。那这个是啥？这是啥？我不知道。这怎么跟冲一样？怎么那么硬啊？我去。我不知道。好硬啊！东西挺多的，嗯，带这个，带刺儿的，这是吃人的食人草吗？这不是食人草，就是害羞草，这个、叫不死鸟，它也不害羞啊。为什么叫不死鸟吗？嗯，它因为它这个叶子，只要一掉地上，都活了。你看，这是掉地上活的，还真的，这都掉地上。你懂得那么多，叫不死鸟，这边我不知道叫啥。你看他们老挝的车，老挝人骑车速度超级快。他们的车牌，这他们的弯梁车，他们骑的这种弯梁，而且他们的车都是没有反光镜的，可能不需要反光镜吧，速度贼快哈。昨天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啊，一定要切记离老挝人、离本地人远一点，尤其是那种骑车的，十几岁的小孩都有，一个摩托车带三个人，太夸张了。昨天的路也比较烂，我看一下这个轮毂有没有变形啊，这个轮毂感觉多少还是有，还好。我还以为这变形了呢，还好。我一路上都在提醒我妹，一定要慢，可不能给这个轮毂垫变形了，变形了我们俩就完蛋了。还好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前轮应该更没问题，因为基本上都没带行李，空车跑，没问题。然后再看看我的摩托车，摩托车问题也不大。后面那个轮胎也是一样的，没问题。全是灰，拉后面的，前面不要拉了。刚刚扒了一下地图，前面应该有吃饭的，我们先去吃个饭，然后再走。给你们看一下老挝的菜单物价啊，我们是在路边上随便找了一家饭馆吃的，还可以吧？没了，没了。吃面条吃饭啊？我吃米饭。吃米饭你吃吗？我吃这个。你吃这个是吧？啊，给他说，给他说，一个。啊，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也是要一个。我也要米饭，你给我看一下，大哥。我看不到啊。你要是这个是吧？嗯。这个是炒牛肉饭，这有饭吗？拜拜，就是饭。这有饭是吧？嗯，那我要，我不想吃牛肉，这个淡的吧。你跟他说。
你要这个啊？啊，多少？一个5万，一个4万。给他钱啊？给钱啊？你钱你拿着的，你让我给。给他整的，给他10万，让他走。零钱留着。我出来给你一堆。在包里。把牛奶拉出来喝。就这么一顿饭花了10万，你们算一下多少钱？还好，不是很贵，跟中国差不多，大差不差。他们这个佐料挺多的，这是辣椒酱，我们昨天买的牛奶，这个是酱油拌饭吗？这个是辣椒酱，然后这种也是辣椒酱，芝麻酱吧，应该。鱼露，这个应该是鱼露，对。多少？对，找了你1万啊？啊。你给了他10万是吧？对，一共是9万嘛。啊，你这是4万，我这是5万吧。啊，多少钱呢？人民币多少钱？人民币我们纸巾已经用完了，所以来买点纸巾，还要买点沐浴露。哎，他是卖的吗？应该卖都吃的吧。用翻译软件翻一下看。哎，他是批发的吧？啊，我问一下有没有纸巾啊。这是批发的吧？这批发的。这是一个仓库，我刚刚问了，他们没有卖纸巾的，他饭店没有纸巾。完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上厕所用手抠吧。这纸巾都没有，没卖的，你注定用手抠了，老哥，大哥。我用树叶，你们不能用手。他们这个车骑的好奇葩啊。来瓶饮料，你在这边拉的吗？嗯，好喝吗？这饮料瓶怎么那么破啊！我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的啤酒吗？你在这边拉的吗？嗯，感觉这个瓶子好破呀！哎呦，感觉这个瓶子好破的样子，这是二次利用的吧？问我问题，在这儿吗？哎，对，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他在做饭，你去给，吃饭再给也可以啊。吃饭再给。来，姐妹，元旦快乐！2024年的跨年，我们是在老挝过的。Cheers。好喝，听说老挝这边喝完啤酒可以直接骑车走，不擦酒驾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不要。牛奶你说不好喝，非得喝可乐。过一个不一样的年。很多网友都说，就是去个老挝而已，又不是去大国家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有什么好嘚瑟的？不是说嘚瑟啊，因为我是第二次出国。第一次呢去日本是跟团，这是第二次，而且是做自媒体骑行这么多年第一次骑着摩托车，还带着我妹妹一起骑行国外啊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并不是说我嘚瑟，我只是说很新奇，因为什么都没有见过，第一次来很新奇。包括你们也是一样，去一个地方是不是总得有几天新鲜感嘛，是吧？这只是我们骑行的第一站，未来我们姐妹俩会骑行多个国家。哇，你要吃这么多肉吗，大哥？我是扔勺子里，还扔筷子？想干啥扔啥？有个蛋，还有饭，可以。这个辣椒酱好吃，搞点辣椒酱，不骗你。你看我。上来了，开饭，开饭。谢谢。辣椒酱味道怎么样？又辣。又酸又甜，我跟你说这个辣椒酱好吃，这个辣椒酱是好吃，搞一点不骗，多搞一点，少搞少了没味儿。好嘞，你别不搞吧，我跟你说这个辣椒酱好吃吧，还不信我，回头买两瓶飞起。对，好吃吧，尝尝看。哎，我的肉，哎，想跟你说，好脏，别吃嘞。
哎，听不懂他们这里的话，无法沟通也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。吃饭，吃饭。嗯，我就说这个辣酱好吃嘛，我妹还不信我，结果尝完之后搞了一堆。然后刚才这块肉给他吃了一块，他就不懂了。这个辣椒酱还不算很辣，我跟你说，还有一种辣椒酱，还有一种辣椒酱更好，比这个还辣，味好还好。下饭。吃鸡蛋呗。不吃，算了，不好吃。撒粉，跟粉一半。不。我看你肉好吃吧。这酱是不辣的酱哎，这是番茄酱吧？还有一种酱可辣了，里面是个瓶子。这辣椒油，没啥吃。辣椒油，这跟我吃之前吃那个酱是不一样的。为啥？你妈？那不是你妈，那是应该芝麻酱嘛？还有盐。他们的佐料挺多的。其实我不想用他们的勺子，因为它这个路边上好多灰呀、啊，你看，这特别多。人家都有盖儿的，算了，不用勺子吃不了。没有，还有一种吃法。哦，这个肉的胡椒粉好重，味道还是可以的哈。嗯，今天这盘子饭应该能吃饱，我昨天晚上都没吃饱，一点点饭。怪不得这边人都比较瘦，是不是他们的饭量比较小？哇，他那油放的，嗯，绕了好几圈，这样，绕了好几圈，好舍得放牛啊。这汽水多少钱不是？啊？这汽水多少钱？没付钱啊。汽水但是没付钱。喝药，把药一喝，防晒霜一涂，出发。昨天都没有涂防晒霜，本来都晒得已经很黑了，我不想再变黑。哎，今天要喝药，这个药喝得我难受。这个多少钱一瓶啊？付的账？两瓶是两万。两万，差不多嘛，国内也是差不多，这一瓶三块钱呗。啊。哎，你不是就随喝，你在那都没喝。拿啥喝？听说这边喝完啤酒能开车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好想尝试一下。好了，不开了。确定你这样喝不会吐泡泡？我会吐泡泡吗？吐泡泡就吐泡泡吧，吐不了泡泡的。这是消炎药，又不是头孢什么东西的。我姐拿药当饭吃。这三颗可兰和这三颗药是最苦的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用可乐喝嘛？就这，什么东西啊，飘了那么多味道，快！郭燕子，好恶心啊！这个药很难吞的，含到嗓子上去了。我最烦喝这个药了。我骑行啊，兄弟们一定要注意防晒霜，一定要涂好，一定要买这种50+的啊，涂好防晒霜出发。哇，这树上怎么那么多枣子，能不能摘？咋，你想吃啊？这不是有梯子吗？哦，这不是梯子，这是豆秋千。别够了，走吧，还摘人家的果子，你还要他让你摘，够不够啊？够。
人家让够是吧？对，给我一个站着。翘下来，翘翘。我们在这儿敲人家的，敲人家的果子吃。要敲断了，你这个货！你头顶上那么大一串，啊！太好玩了，人家让人敲都敲不下来。这个，你到那个厂里敲。那老板说让我们随便敲，结果敲不下来。不会。你看，人家直接扯下来了。这个笨蛋，他把人家棍子敲两截儿。哎呦，哎。这好多啊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见过没有？这可以吃吗？说不说？说说。啊。进来，进来。啊啊啊！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吃不？把刀给宰了搞，这个特别宰。哎呀，你都叫他拴爪了，他肯定是拴的呀！哎呀，笑死我了！这是除了闪还有什么味儿？就是闪，就是闪。笑死我了！这是要放收吧？我们昨天看的好像是壳是那个样子的。他跟你说 ，soap soap。别吃了，走吧。好玩不？哎呀妈呀，好闪！不是好吃吗？不是好吃吗？好玩吧？它不甜，都是酸，硬酸硬酸的那种。老板，给你再两个，让你尝一尝。对。还让我说服说服。好玩不？好玩。但是挺脆的。很脆，你拿着慢慢吃吧，把后备箱留着慢慢吃吧。那三口子真可以。你别犯困了，嗦两口。走了，不跟你扯了，我热死了。嗯、笑死了！哎呀，我戴着头盔在这里，我还热死了，快。